全部做好放到蒸屉上。提前把锅里的水烧热，把馒头放进去二次醒发。现在已经醒发完成了，再次盖上盖子，大火蒸15分钟。蒸好后要记得再焖5分钟。蒸好的馒头各个蓬松暄软，按压下去也能迅速回弹，而且非常劲道，特别好吃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